啊，各位啊，比丘师父，各位沙弥师父啊，各位居士，哈、哦，大家早安，阿弥陀啊，就欢迎咱来咱回来咱万福寺哈。啊，今日是这个啊，民国105年最后一天啊，好、哦、啊，因个世俗人就讲哦，要跨年啦，哈、哦，跨南版跨年哦，好计啥呢？好计讲因你算迄个什么呀？这个圣诞节啦，因为圣诞教讲是伊，迄是因耶稣教你成，吼、哦、啊，咱当然咱是随喜啦，因为刚刚人个老爸过生日，啊，咱嘛讲哦恭喜，咱安尼讲是还可以，啊，但是呢，因基督教徒嘛是足气的，安怎讲讲？因咧圣诞的意思，人因本来的意思是讲哦，爱真肃穆，要真严肃来做这个纪念。啊，结果煞去有商人吼、哦、商人吼、哦，甲炒作煞变成敢若讲啊，买算啦吼、哦，啊，甚至食毒，安尼，就敢若中秋节安尼，去安路边食毒安尼，啊，这就是社会吼、哦，社会这个啥呀？这种娱乐，这种娱乐吼，啊，这种调心情、调心吼，袂晓调，袂晓调，啊，袂晓调的时阵，你平常时为着生活，大家咧。打拼啊，对不吼？啊，生活大家拢想要赚钱，好、哦、没关系，想要赚钱，啊，想要赚钱就会竞争，啊，竞争的人跟人的关系就会安怎，都会造成了这个，跟他讲安尼、啊、对抗。那么这就是人生，就是安尼。看等下我跟这部分跟大家讲。啊，所以讲呢，这是第一项。啊，就这社会呢，啊，再来就是讲咱台湾开放了后。就讲民主开放了，因为选举的关系吼，一步一步行啦，啊，都难免的讲一寡话互相伤害。这20多年来拢是安尼。我拄好出家迄年开放，民国76年，好安尼。啊，开放到即马都33年，对不？吼、哦，100多年嘛，33年。这是台湾毕竟爱行过的路，但是这行过的过程中间，咱台湾人家己唔知影，你这历史中间咱唔知影要安怎行，安怎讲？中国文化内底5000年拢是帝制嘛，帝制。啊，尤其是宋朝以后吼，南宋以后吼，咱老百姓吼真避暑去啊。我问恁啊，咱家真侪是做阿嬷，吼、哦、阿嬷甲阿公，你的孙面前不烧蜡烧金的人也少。哎呦，不输鬼，我唔敢。哈、哦，一般较唔敢，对不？哈、哦。安尼，啊，咱迄个查甫诶，咱拢先生啦、阿公啦、吼、爸爸啦，哦，家己个太太讲 ，I love you， 安尼，不讲嫁这个人也少，伫个囝面前讲诶，唔捌。甚至咱若讲过年啦，还是讲生日啦，吼、哦，囡仔带咧啊，来外口跳舞啦，啊、听着歌安尼跳，不安尼人也少，可能有，但一定少。这就是华人的文化，华人文化内底较避暑，啊，即马是避暑落去啊，少年家甲大人歪斗阵，你听有意思无？啊，歪斗阵，因为即马过年啊，恁行恁的啊，我行我的，啊即马外口了安怎讲？啊，外口的西方人，伊都食毒啦，啊，都来轰趴啦，什么碗糕趴啦，啊，趴，你知影无？趴未使想迄个什么迄个趴哩，迄个趴是 party 的趴，啊，安尼，啊，就是讲，哦，啊，因少年行遐。啊、所以社会中间哦，迄、那个家庭的迄内聚力、内聚力是去。啊，搁再来庙事，哎呦，阿弥陀佛咯！啊，什么所在唔好去？啊，过年过节去庙事啊，有到迄、那个，伊个拜头一支香拜，就竖一无去啊。迄安尼要搁来到街道顶拜哦，伊然后较铁路的根本就无可能要来到街道顶拜。所以讲，事你看，这社会吼、哦，文化上个避暑啊，环境的整个。到经济以后，咱的这个娱乐性啊，无哈多正常化。啊，文化中间呢，人西洋人哦，伊安尼会安尼佚佗啦，啊会安尼搞笑啦，啊，规家卡带伊去创啊。说华人的文化内底，你看韩国嘛安尼，韩国是华人来，东方人内底自杀率上高的，因上艰苦呢。韩国人是爱民主，啊，因的少年家生活是足艰苦，安尼啊袂使讲。未使讲的安尼，啊，这种情形若搁再落去吼，咱台湾煞变改同款，日本嘛是安尼啊，
日本的真侪啃老族有无？阿爹阿娘趁食济，阿即马呢？阿囡仔倒了食，食阿娘会使食三代，我要创啥？拢免创啥？日子过得好，啊，问题是日子车也有，朋友也有，什么拢有，食拢有，啊，就性命无去，唔知要创啥。所以人生吼，未使直直变。佛祖讲讲吼，咱敢若弹琴的，弹较硬的，伤心心心声，弹伤冷气，按伤冷气咧，迄拢无声，都爱嘟嘟啊好。所以讲人生爱要调。真侪人讲，我输你真敢算，那我哪敢算？迄是安怎？爱带信徒安怎咧来佚佗？听到无？爱带啊！所以讲呢，咱这個跨年呢，虽然讲师傅拢无你无管啦，啊，就技术吼来迄、那个啊，迄、哦那个迄、那个迄、那个证明技术啊，甲鼓掌一下，破声甲吹落来。啊，伊这個人哦，有时啊吼，讲话爱臭屁。啊，讲落啊，有诶讲啊，伤硬声去，啊得罪真侪人，你听有？啊，咧熟悉咧，咱只讲讲熟悉咧，连恁查某囝后生拢得罪了了，安尼就对啦。啊，伊诶人好心啦，啊，我就甲讲，我讲吼、哦，咱讲话吼、哦、啊较柔软诶，啊你是直啦，啊不过有时讲话人无拄好去插到人吼、哦，人就要甲你插到顿，啊这不要紧，你办一摆来安怎样啊？办一摆来即个安尼，敢那讲甲大家好啊结缘，搁来结红缘就对啦。啊，来伊就真发心，伊个人无歹啦。啊，就是吼、哦，有时啊吼，过去失去啦，过去是因为安怎，慢啊囝，你听无？人虽然查某囝，大兄也疼啦，啊，老爸老母也疼。我咧讲，伤过疼囡仔去，迄囡仔未大汉，你听无？啊，下摆甲人计较的时阵，唔知影别人有艰苦，伊就照经营。啊，较早食公家机关的，伊就抓学校中国医学院的迄、那个。迄、那个饭啊，啊，迄种诶拢固定诶，你听有无？啊，伊搁搞做事，啊，搞做事，伊诶上司，迄种读书人，啊，读书人无啥要做代志。我来讲，我天哪，我家己嘛读书人，我知影，诶，读书人无啥要做代志，啊，无啥都拢碌碌要做。啊，伊即摆伊就安怎？伊做你感觉哦，足好，足好，足好。啊，伊嘛讲话就顾来就红声去。啊，所以两个代志，吼，一世人讲话变安尼去，所以安尼去了，去拄着舒服，才开始甲调整。才开始也调整了啊，好好一步啦！我甲酸，我甲黏，我甲骂骂袂走安尼哦，较加在，对吧？安尼较拄好就对了。啊，所以伊即摆办呢真辛苦，咱搁再甲破声甲吹一摆啊！啊，安尼也感谢，一个上好的方法，食好饱，酸好爽，还好无？好，讲到这就好，不倒腰，接风啦！可以啦，可以啦，哎呀哈，借啊了，不管了啦，好来。